我想告訴各位朋友，你們對國家有不同的看法，你們對現在各種的議題有不同的意見，我們是完全尊重的。不過畢業典禮是一個莊嚴而隆重的場合，畢業典禮是一個學校裡面的最重要的場合，港專作為一間愛國愛港的學校，我們必定高舉我們愛國的旗幟，這個是很妥協的餘地。即使在殖民地的年代，我們都沒有因為這件事而退縮過，所以這個我們的立場是非常清晰的。不過我們不要尊重你們的看法，希望我們繼續去探索究竟我們的國家有什麼問題，有什麼的好處，用你們的情之心去為我們國家的改變和進步作出你們的貢獻。由我們成立第一天開始，我們就掛五星旗，唱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為我們的國歌。我們因為這件事，我們受持了殖民地政府的打壓，我們資助被取消，我們的校舍被收回，我們沒有放棄過我們愛國的立場。